我觉得摩羯座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一个人，可能在你刚接触的时候一定是特别特别冷，特别特别闷的那种。他可能是闷闷的，然后比较古板。当时就觉得说我好害怕，他万一没办法跟我开玩笑怎么办？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像那种老干部一样的，大概一个礼拜还能装装，再往后也就是个小男孩。我看到他觉得他很幼稚呢。一旦让摩羯座有了安全感，他就会变成一个小秘密。拿200掉下去。好的。他其实很能 get 我的梗的，有很多人 get 不了我的，然后他甚至在现场会经常模仿我。你是会不自主的去模仿他吗？还是对，你想去他的领域看一看是一种什么状态？但他看到你模仿他，他会有什么反应吗？就是你模仿他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年轻。他说其实跟你开启之后都被你带年轻了，你有感觉到吗？我有啊，他也说过。跟小朋友一样，就是很小朋友，很可爱，他的那些举动都很特别，就与众不同吧。然后又是一个处处给我惊喜的一个小朋友，我就是可以照顾他，我就是可以去给他一些依靠跟安全感之类的。超好磕的，因为你直球甜妹，然后想做作的什么的，但是呢又有那种成熟的男性，然后能包容你的那种作，也很磕这种。聊到张彬彬，也要用虞美人手段吗？其实不用，其实我觉得真诚和态度还有心更重要吧。你永远可以相信林苏欣的什么？你永远可以相信林苏欣的真诚。我什么样的女孩可以被你追？善良的女孩吧，善良温柔的女孩。人非常的善良，古灵精怪，非常的极具个人魅力。虞美人也就是欣欣本人吧，我觉得是。其实都心动了，只是我觉得有一个套路会记忆比较深刻一些，他的那个顶着那个木桶那一刻，其实我是有一点绷不住了。这个让我非常大磕特磕的是，在山洞里，虞美人说怕，然后呢，庄教授说什么让他不要说话了，然后呢，虞美人又在那边偶尔要发出声音的时候，庄教授就默默地抓住他的手。睡觉，在山洞过夜那场戏，庄宇什么都没说，依然嘴死鸭子嘴硬，依然嘴硬，然后但是他的行为很暖。早上起来，虞美人醒来之后发现我那个庄宇的手还握着他，然后抬眼对我那个笑容，我本人是很受打动到的，那个笑容太真心了。对，我会被本人被那个笑容打动到了。接我来，没有规定第几次吧，反正三次还不接吻。哇，章鱼好会哦。我许的愿望是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肯定反正不会害羞。美宝他有点害羞，他很害羞。欣欣他会害羞，有一场戏我记得他害羞到笑场了，可能也确实是没有太多拍这个本戏的这个经验。好害羞啊，你超害羞啊，亲娘。
肯定反正不会害羞。嗯，啊，这样啊，真是想法，一直是一个让我意料之外的一个人。行，安德，我的你，你试一下，要不我们也跳会舞？让我们跳一下。你可以用话捶他，如果觉得用手太那个。啊，我是什么？真人真的越来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话。但是你有时候大家会说一些比较好玩的笑话的时候，摩羯座心里的 OS 就是很好笑吗？一点都不好笑。这部戏对我最大的克制力就是别笑，工作。其实事情本身没那么好笑，他说出来的那个状态，就我笑的是他本人。你居然会这么说话，我会因为他而笑。导演说，你稍微还是说两句，导演就控制不了。侧面一点，然后偏高一点，然后就左边脸。我们星星子在片场最喜欢的事就是给张冰冰拍照，好帅哦。游戏上别聊，聊不了。前两把就已经还是有点不高兴了，说什么人家女孩子也不让人家之类的话，男生就是这样，怎么怎么怎么。然后说好，我选一个我很厉害的英雄，给你打。然后就故意演失误，就表演。哎呀，技能过慢了，哎呀，被你打了，哎呀，我死了，就输给了他。他就真的是高兴的从椅子上可以蹦起来，我赢了这个职业选手，我赢了你们所说的什么电竞大神，就很骄傲嘛。嗯，你开心就好。就是高登的意思，还有眼神呢，就冷酷啊。你再来，先生。你说放招，然后我们就一起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放招 ，Q W E R。你别老偷看人家，好吧？那我试试，确实是。当然懂，最厉害的这个猎人都是把自己当成猎物的这个身份出现，全是小心机，别被骗了。